哦，处女解放啊，那个路西法都拔掉了，不要再说没有队伍可以打了。啊，你啊，无路西法，无奥丁啊，什么都无，你就等到有了再说，好不好？对吧？你什么卡牌都没有，要我怎么救啊？救不回来。逮住，逮住，逮住，打好了。现在不知道派几件突破，我忘记那个无视减伤的事。这样会不会太快啊？啊，不行，这一定要快，对啊，这边没办法，没办法让你拖啊，顶多只能轻轻打这样而已，对吧？顶多就轻轻打。可他打人又不是普通的痛，9000多也算是痛的。你喜欢赶快断呐！过来哦，甩猪鸟！看到那一根没有？算过的，算过的，那根是算过的。光标第三场，我只是在做效果，你还当真啊？不要当真啊！效果看看就好。回来哈，回来，回来，无啊，回来，回来，鼠圈七康布啊。七康布，欢迎！看好叠珠哦，看清楚喽，这个叫做 H 点，啊不 ，H 点 ，H 点，有没有看到右边那个 H？ 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啊，我们把 H 再插一根进去，哦，就 perfect 了。哪一根？就是绿色、蓝色的那蓝色的那一根珠子啊。直接拦炸了，全体攻击啊！为了避免我这时候下手太轻，有没有？看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我会下手太轻，然后导致在这关死掉，所以我决定还是用力锤掉，锤掉他这样，知道吗？我们大大的一吸就好了，留一点心珠，留一点心珠。最好是留回合啦，我觉得回合比较重要。靠北啊，一下子死掉了。回复80%嘛，那我现在可以再不行再撑一回合。干，就这样吧。叮！看，他把我转那一颗掉，不用担心。莫急莫慌莫害怕，莫急莫慌莫害怕。我的脸扎小，只要这样有没有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他要再生两颗给你，不用担心。我这五颗再下去，他就脸歪掉了哈。但是我们要，回合数，有，我有拖到回合数，这一回合他完蛋，真的。真的，我这回有拖到回合数了，他完蛋的。哎呦，
流光珠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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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小心削到了，我要补血啦，我要补血啦，真的扛不住。H gen 不是啊，这是这个 gen 里面做一个 H 的 H 型的那个，哎，对啦，看好了，看好了，我们一波爆发带走了哦，我算过回合了，这一场真的是算过回合，真的真的真的啦，真的啦。好，给他点一下。右边做了个那个绿色叠珠哈。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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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。这个都要消掉，不然它会一直生出来，没完没了。有没有看到那个暗柱有没有？那个天降，我有预测到天空会降下来，怎么预测的？嗯，这是一种男人野性的直觉，我很难跟你解释，你知道吗？很难解释，很难解释。OK 啦 ，OK 啦。我看老师。不要吓死你的毛啊！俺好害怕，俺好害怕，我好害怕，超怕的，我 怕死我了。怕死俺了，俺好害怕，俺好害怕打不死你啊！真的，超怕打不死。主神微微，快点！加冕千江，为什么那个声音哦？啊，手枪不是都这样射的吗？不好意思，我因为我在部队里面都用步枪啊，所以声音可能不太一样。转枪吗？快点！哦，有，看到没有？这次有刷一波漆啊！这个，不然了，来了。好像转不了其他波，怎么这样？我操！那操！啊，没关系啊！我，K！ 哦，没关系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随便转转，随便过啊！我算过的啦啊！我一定要转的很不专业，这样看，哎干！哪个兄，这家伙都可以过了，我过不了，怎么可能？一定要这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你懂吗？你懂那个意思吗？懂我意思吗？这台没有别的特色啊，高手特别多。哦，这个实况组是对这台最弱的那位。这个实况组都过了，我怎么可能过不了？您说是吧？是不是？您说有没有道理？有啦。对了，不是好险，我是故意的，算过的。